彼尔姆大学，打开世界，创造未来，碰撞出思想的火花，在时间寻找你的位置，远方的路更加清晰，跟从本心，无惧无畏，是时候展翅翱翔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，我暂别故土，只为探索新的世界。我到达未来开始的起点，这个能让我实现梦想的地方。我并不孤单，与同胞一起，我们飞向未知的大陆。当然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。仍记得迈入校园的第一步，我们难掩兴奋，好像已对这个世界了如指掌。这儿如此不同，却又同样亲切。人生当然困难与乐趣同在，学习新事物需要付出，这并不容易。学习让我感受到一言一行责任的重量。我明白接受教育是必然趋势，即使下一秒你变成了一只猫。克制着内心的激动，我们学习陌生的语言，品尝异国美食。我们找到了新的自我，回答着周围人的问题，同时也解着自己的迷惑。大街小巷里，我们画出新世界的地图，一同学习俄罗斯文化、民族传统。我们融入俄罗斯大学生的日常生活，也走出校园，饱览风土人情。看着周围的人，我问自己，他们理解我吗？他们眼中的我如何？我会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另一部分吗？在这儿，我们有了新的家，是每天的探索之后可以休憩的地方。这个家不同于以往，却可以称作故乡。当然也会想念亲人，梦回故土，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轮廓。独处，神游太虚，暂时逃离的时候，也许会陷入梦境，舒适沉醉。而梦想与展望未来的目光同在，想成长，想变成更好的自己，那就张开双眼，停止恐惧，迈出新一步，自己来改变，向前看。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，行动胜于空想。我意识到，是彼尔姆大学给了我力量，它是我的同伴，开阔视野，指引前行的路，启发思想。暂别故土，只为更好地探索新天地。重回时，必将是崭新的自我。彼尔姆大学，打开世界，创造未来。彼尔姆大学，打开世界，创造未来。